好的，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朱雀对阵吉亚的第一局下半场啊。皮皮这边还是选择了张狂加底牌，这个天赋的话呢更拼一点。其实我觉得，毕竟第一局是朱雀选的图，然后这张地图的话，雕刻家的发挥空间没有其他地图，比如有棉阵啊，那个这种地图来的大啊。他其实可以选择带一个挽留，我甚至觉得他可以带个踹白挽留，闪现闪到底的打法，或者是那个底牌挽留，对吧？嗯，因为这套阵容他前期追人慢，他觉得这边我带个张狂补一段存在感可以是可以，就打法上面我觉得 凶了一点啊。那这个东西就是看你前期节奏，前期节奏好呢那确实很舒服，对吧？就一波人我这边就到二阶了，你画家有画都不一定有用的，但是万一前期节奏差，这个可能就打到开门战三个人都有可能能打一个三跑的。因为这套阵容穷者这边的一个位移能力非常非常的强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，对吧？三个跳跳带一个画家，你只能追谁呢？你可能只能不，你只能追画家了。你追这三个外面的三个跳跳，对吧？就他们光靠位移可能就能拖个120秒，120秒意味着什么？三台机。那穷者这边只要卡半救一波，等到下一波来救，虽然你到二阶了，但是呢人家机子压好了。追前锋吗？真的要追前锋吗？这可是卡梦的前锋，这个前锋还是一个，对吧？双弹前锋，这前锋不跟你讲道理了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双弹，你来试试看，对不对？我拉一波球，交互点，一波加速转走。嗯，我觉得 PP 这边选择抓前锋还是蛮难的，还是蛮难的。卡梦的话转点，他要转的话只能往小房转啊，只能往小房转。小房的话这边大龙的机子他转过去还没修完的。看下这边，哎，一波拉球进小房，好。投坟场来干扰，这边往前走，交互夹能不能夹一下，翻个板子加个速，交互夹夹了一下，但是呢这边有加速闪现过来，前锋这边球已经交完了，看下雕像能不能推推，能不能有一下，有一下，有没有？哎呦，进板了，一刀没打中。那这样的话这里还得再拖一轮，三台机，两分钟了，三台机了。三台机的话，这个佣兵只要能够卡半救一波，其实机子差不多就够了，其实机子差不多就够了。 PP 这边挂的话是要挂在大龙这边，嗯，大龙应该也不太可能过来西化吧，我觉得这个过来西化有一点说不过去了，就管自己修机，你有本事过来打我，你打我，你的雕像交给我，你就没办法去交给我的队友，我为队友承担一些伤害，反正我不可能成为一个上挂的点的呀，对不对？这前锋的话拉死角就行了，拉死角就行了，只要不干扰密码机就行了。佣兵这边的话吃一刀救下来，前锋这边拉死角往死角里面一躺，外面的机子应该是佣兵去补病患的机子，然后病患来救最后一波人。画家这台机子比较慢嘛，二十几的机，这边的话这台机子应该是够，应该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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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看最后一波了。那就是为什么，就是是不是跟我讲的一模一样？就是你前期追一个前锋，确实这把皮皮没什么办法，他找不到这个画家，只能追这前锋。但是追前锋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一波牵制120秒，三台机子点掉，然后救一波，卡半救一波，救一波以后，后面再来救那波。虽然说确实你到二阶了，你有可能打一波救不下来的节奏，但是人家这边机子好了，机子好了以后呢，我这边就算救不下来，密码机点亮以后我一套，还是能够把这个人打成一个四人开门战的。这佣兵也过来了，两个人过来帮忙救，这样的话呢更稳一点。画家这边的机子。哎，这边是画家过来救哦，这样的话还能吸附画，这个安排好像更合理一点啊，好像确实安排的更合理一点。这样的话吸附画能不能救下来，捞下来帮忙扛刀，三人转，机子还差一些，机子还差一些，打到的佣兵，画家在画画，画家在画画，前锋，前锋，前锋，一个雕像皮皮，一组雕像能带走吗？画架，哎呦，画来了，那机子应该是直接亮了。哇，这个安排确实比我想象中要好。我本来想的是病患机子不是亮了吗？过来救人是很顺理成章一件事情。但他们这边安排这个画架来救的话，他这幅画确实也起到了作用啊。画家说，大龙说，我不能不画画呀，对不对？我作为一个艺术家，你让我全程修机，当一个对吧？技术工人那不行，我要画画，画出来了，再一幅画。
三跑的可能性很高，就看这边有没有四跑了。因为还有一幅画，龙漂亮在中场站着，中场画一顶，皮皮这边得绕，看到的是前锋，前锋这边的状态还是比较健康的，但这幅画感觉顶的早了一点。我感觉传送过来，病患一刀，还有崇高雕像往中间的画走嘛，这幅画应该还在，往中间的画走，这边雕像能不能带走？雕像带不走，我觉得这边就是绕在这个画这边绕了，就在画这边绕了。皮皮的话应该是留一个了，不能再不能。地窖在哪里啊？地窖在大房，不行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可以，至少留了一个，至少留了一个。嗯，这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朱雀的求生者他们的一个配合安排啊，这个战术安排真的非常合理，且效果打出来了。嗯，我觉得皮皮没什么办法，打这套阵容皮皮真的没什么太办法，你真的就上来抓画家都不好说，对吧？救下来以后顶画都有可能出现一些别的幺蛾子的，更别说上来抓的是个前锋了啊。